不愧是江家的女儿啊，竟然连赖彪的嘴都能撬开，那就让他们高兴而去，世望而归。他这是想让叶家倾家荡产，不能让他就这样得逞。 玉树长飘，云外曲。霓裳斜舞，月中歌。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，就是忽然想到一个办法。我根本不是江离。我知道，你是一只。 小狸猫，谢谢你，没有死。我能从他们嘴里盗的，只有这些了。薛芳菲和薛昭的死，恐怕不仅仅是因为得罪了婉宁。看来我有必要去怀乡一趟了。明明是那罪臣之女。 竟敢冒充朝廷命官之女，来人，将其抓下！我就是你捏在手上的一颗棋子。你不想活了吗？你不入我的局，我根本活不久。这步棋你该如何应对啊？早有后手。 背后必定是有人撑腰，万万不可打草惊蛇。我一定会让那帮人恶有恶报。冯玉堂把我们的人都盯死了，那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吗？你怎么知道我不能是一步杀招？你太放肆了！我把我的命给。